牛逼！造起来吧！逆巡游，贝格迪。前面几个甩的非常非常的牛逼，谢谢你们配合。
下一首凶手。尖叫！来，再大点声！一、二、三！一、二、三！啊，不错！来，听我的啊！我无所谓。2000年的时候发行了我们的一张专辑叫做死城，有很多朋友是通过这首歌认识战斧的。对，那今天呢非常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可以和我们这首歌里边的
一个原唱的女生小娟一起合作，来原音为大家重现这一首歌。现在不见众大众掌声，有请小娟来。词成送给你们。
借助大家的掌声，再次感谢小娟的配合，谢谢。在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刚刚推出了我们的最新的一张专辑《深海》。那下面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，叫做《这就是现在》，由我和小娟一起来为大家演绎。一会儿在我们演出结束之后，20分钟以后，我们会有专辑的签售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这边来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，谢谢大家。祝大家掌声，感谢小娟，谢谢你。小娟牛逼，大夫牛逼，牛逼。
下一首《没人能阻挡我》也是我们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。你们最牛逼，一会儿下一首歌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配合造起来，好吧？对，我们在93年的时候发行了一支单曲，
对，叫天葬。对，当时呢，因为和这个西藏这边的这个政治原因，那不能叫做天葬，里边的歌的歌词也被完全的改变了，比如说像知解我变成了知道和了解我，记丧诗变成了记丧，非常的可笑。那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遗憾，我们在这张新专辑里边重新做了一个编曲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最新的状态。天葬，we'll be right back.
谢谢刚才在前面甩的朋友们，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帅，特别的牛逼，谢谢你们。真的就只有最后一首了，由于时间的原因，只能为大家再献上最后一首《废话》。对，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在这首歌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一起造起来，好吗？别惹我，别惹我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别惹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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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惹我。